十度三点二十九。内层哦，我找到，他好像掉了什么？我是说那个，他刚拿手套，觉得又掉了一个东西。好像有吧？没有安全帽，我扣好。你没有扣安全帽啊？在哪里？摸到了一个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被阻拦了，对，一整排把我们挡住，刚好大家穿好的时间就差不多，看一下他们怎么穿。一排展开，然后这边一直在铲他的站立面。哎，这个人是用扣式的，就是这个叉腰的，他后面往上一扣，又前面两个一扣他就扣好，还是大家都一样？没有，他那个是咔啦咔啦的吧？所以这个人是站着穿的。其实这样好像没几下，敲三下之类的吗？啦啦啦！先抽进去，然后敲敲敲吗？有两个。
在雪道的右边。这样子滑下去，雪道的我的缆车的右边。那条缆车我们从来没有滑过。缆车的右边是绿线。近哦，很好啊！我就觉得那个人是谁啊？奇怪，然后马上摔倒，然后躺平。你要不要？没关系啊。光明天就没这个天气了。好啊，那你等我啊，我下去啊。那你也滑下来一点好了，你要多下来啊。好了，你等我一下没？有啊。
其实我们已经接回来了。接回来什么？早上的滑的那一条啊。好像接回来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还没有，这条滑下去才接回去。好，走了吗？走了，走了。要走左边边。那个我们又没有要走林间道，应该就是直一直往下。下面两个岔路的左边。中间。啊？前面直一直往下。下面的那个的岔路左边吗？左边。第一次滑的这条红线，对啊，就是这条直直的红线。哦，这条就是看得到自己影子的。现在这个时间，你还要再拍照吗？再拍一张。要吗？要吗？不用吧。觉得明天就没这个好天啦。是啊。那往上拍的好了，背后都是雪啊，是吗？好，我也要，好啊，那我要下去了，对啊，哦，这样子比较雪。还好了，你试着侧降，练习侧降，左边放放，千万不能差，侧降侧降，好，来哟，好的，很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多拍几张，好，再来，那你往前一点好了，不是，对，好，可以的。好，很好。好了。热的，很热哎。好，继续啊。好酸哦。好、哦。这一间吗？对啊，这样子直直线。对。哎，我来了，拜拜。
有很多跳跳。
左边啊。因为不是，刚刚那个地方其实蛮黑的，那个地方有一堆乱雪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那个地方是今天滑的最恐怖的地方，中间快要变出馒头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这是今天最红的地方了，刚刚那块。对啊，很酸的。对啊，超级跳跳。哦，那个缆车速度超快的，应该最难的已经过了吧？接下来不就绿了吗？还是要休息，回到早上的地方啦，回到早上的地方啦，放轻松。我说这个膝盖很酸。嗯，已经都过去了，接下来就轻松的回去吧。你带路。我想。他不是在我们前面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在我们后面吗？好啊，我先跟你啊。你就很难跟，我很怕难跟你啊。好，跟着你画大圈。
嗨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先停在这，我们要冲过去那边嘞。前面有个湖，湖的右边有一条路，钻过去。嘿啊！所以用冲的、欸。来来来，停。下面有个湖，有没有看到？下面有个湖，有没有看到？湖的右边有一条路，要冲过去，只能用冲的哦，没力就没了。唯一绕到下面的右边的方法。好了哈，好，用冲的哦。之后没力了就要用走的啦，没有之后了，应该会没力。接下来这条路一直靠右边，就可以去到那个另外一个那个有钟的那个可以拍照的地方。哦，你可以先走，你应该看到钟就会停下来了。要切过去的哦，不是直接就会看到，要仔细看哦。切过去。反正在右边因为很大，超级大。你要知道那个钟，你要停在钟那边。嗯，好啦，努力加速吧。还要加速？没有，反正前面就直直走了。好，走吧。这条路我们可能没走过。好，接下来都是绿线中的绿线，已经用不到力气了。前面还有人在推、欸，努力的冲吧。
对啊，那个钟。那现在旁边停哦。啊？可以啊。哦。我现在在这里环景而已。谁啊？我只是在这里拍环景而已。啊？我在拍环景。排队吗？猜，哎、欸、可能用不着那么近吧，哈哈。哎、欸，还是我们站在这里拍就好了。这里相机就拍得到。嗯？把手套插在上面。热热的。我看。这里刚好就可以拍到这整颗啊！你看，那人要在哪里？就站前面哦，板子前面。好，很好。就先拍，就先拍。好。一张而已啊。三张。好。欢迎。哦。好。来，换他们。好。啊，换我。来啊来！我要吐出来！然后挡人了，不要管人了、啊，没关系，只要有钟跟人就好了，其他人不用管。啊，他用人像才跟我这么远。那前面有四只手，拍得到吗？对，这样。对啊，四只手这样。你要人像，用人像爬走那么远。好啊，那就也要走那么远才拍得到，看看拍到什么。人超多的，超级多人。不然你也前进啊。一二三，他要连拍你，连拍连拍连拍。你知道我要在更后面。哎呀不。没有办法全身。对啊，再后退啊，再后退啊，再后退啊！差人一脚。要不要正常的，正常的来一下。哦，后面好多人，现在超多人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嗯。哦。人好多哦。那我们等下去坐那个地拖，然后再上去，再过去。现在也可以切回去啊。哎，切不了吧？切得了。四点四十。所以我们滑完这趟就没了。我脚很痛，我们到几点四点半？膝盖很痛。我们的雪票，应该到四点而已吧？还是不知道？滑下去才知道啊。膝盖一逼逼不上去就没了。所以就从这切到这里。切不回去啊。我们旅馆在哪里啊？那个在那边。切不回去哦，尽量靠左，能往左就往左，直到看到箱型缆车为止。蛮远的。对啊，很远啊，因为中间隔了那个树林啊，这里好像有个洞，不知道切回去切不回去。所以我们上次完全没有来这一块，因为我们上次的都在那上面的绿线跟红线上课，
然后这边的切法可能很多人切很难切，所以我们回程，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上一天课，所以回程就全都沿路回去了。啊，再拍啊！好啊。喂，黑熊。他要走多前面？你要多前面、啊？他要人像吗？这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这张人像到底拍到哪个人的人像？好哎、欸，好。怎样？那我要一张。好、啊，你就站那个位置。这样好像戴帽子啊、哦！没有没有，你就站那里，因为后面有个人，我就是要戴帽子。好，好啊，来啊！九点进去啊！衣服有信号。这个坡度很缓，对，过不去，搞不好十 P 过得去。啊，不有，缆车站。坐下去好笑。什么？他这样可以这样滑、啊，把它当雪盆在玩。看一下现在到底在哪里？这样切得回去吗？我觉得我们糟糕了，切不回去了。有一段距离，好，尽量尽量。你自己觉得够惊险的，看你好害怕、啊。怎么了？我踩了那么多东西。还没好吧？好像好了，没声音，但是好了。为了让你听到声音，只是给你听声音而已。因为我往前蹲，挤不下来了。不行，这个好像也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没好哎、欸，不可能那么好猜的、啊，我要铲到别的雪了。怎么觉得好像前面塞了什么？塞住了，好像好了，我要踢掉了，用踢的比较快。
好，硬切，一定要切回去。谁的？谁在我后面？差着一个。对啊，能怎么切就怎么切。这里太平了，起不来。看哪里有洞啊？那里是洞吗？停车场。有，哎，不对，那过不去啊，回不去了啊。怎样？回不去了，接不回去啊，前面到双雪没人在滑、啊。这边我们有能力过去吗？这边滑得过去吗？怎样？然后那些人就用走的啊，你看一堆人走路到左边，下面那一堆往左边走的啊，要走到绿色屋顶那里耶，用走的吗？用走的吧，对啊，用走的吧，走吧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拖了，我一思算应该早点坐，如果要是可以坐缆车，哎，还是我们可以坐缆车，不知道，哎，坐缆车坐哪里去？坐缆车的话可以滑到背后，背后的话就可以滑另外一边。你说去试试看我们能不能坐，万一我们不能坐怎么办？对啊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坐，哎，查时间，现在几点啊？四点不到吧？没有，四点快二十。四点快二十，那算了，走吧，用走的。It's like a hill like that, right? Halfway down. 哇，很累，走路很累。是哦，刚刚那边滑已经脱板了。这样走的。对啊，走一小段吧。练一下。一起了，
回来啦，狗都啦。哦。累了累了，啊，他又滑回去了。有人滑回干燥室了。有人坐下去了。
他都说要拿回房子，就容易被抢。哦，好，那我没有必要求他。说什么会拿回房子？接板啊。可以帮我关掉。